接下来我们确定一下成型机的中心，先量一下它的总长是122，然后取中心是61，在这个地方画一条直线。接下来我们确定一下成型机前面的位置，中心位置，然后是122，取61这个点，画一条直线。 我们接下来确定一下成型机前端位置，600成型机前端位置为50左右，然后画一个点，这边再画一个50位置，再画一个点，然后用东西画一条直线出来。